最尴尬的防曝光，白百合不雅，柳岩遮不住，看见图四我笑了。最尴尬的防曝光，图一。白百合感觉也是基本的防曝光，但是觉得还是很不雅呢，很尴尬。最尴尬的防曝光，图二。同样是人妻的林心如最近可谓是处在风口浪尖上，全民黑。看心如身材那么好，即使是手挡住也容易曝光啊，真尴尬。最尴尬的防曝光，图三。柳岩这就太尴尬了，低头时努力用手遮领口，没想到根本遮不住。最尴尬的防曝光，图四。王珞丹将礼裙反住穿，裙缝开叉，很容易曝光，导致助理不得不用手给挡住。但是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尴尬啊，感觉不是很雅观。看到这里我笑了，助理的手放在那里更像咸猪手。参考来源